咱们今天出来抽湖了。瞧我身后啊，这个大坑，好几百平的，就跟一个小湖一样啊。现在咱们先把这个窝料给它打进去。咱们今天带了这个秘制的鳗鱼，还有这一个牛肝牛肺哈、啊。牛肝搞里头，牛肺也搞里头，这边该搞点秘制鳗鱼，再搞里。全进去了啊！咱们现在去船上哈、啊，把这个装备整理一下，下午就给它盘掉。修整完毕，搞它。为了盘这个大坑啊，咱们带来了七台的抽水机啊，要在这个涨潮之前将这个大坑盘掉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油钱啊，还有这窝料、啊、全部白搭了。好，那么现在装机子，搞它。好了，抽水机已经准备完毕了，咱们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！好了。呜呼！八爪八爪！哎呀，还有八个！哇、这个刚刚小，小的刚刚好吃。呜呼！还没抽干呢，就冒两只保罗出来了。那肯定有很多保罗。还有一点就抽干了。这边发现一个黑毛乌，先给它逮掉。追一点，我个头不是很大，我。先给它一下。小的，小的，这个太小了，算了。嚯，一个小水花抓十几只。我靠！你看到没有，龙虾窝，我的妈！我去，我去！我都看到一两只了。你看这缝里面全都是啊！哦呦，这，两只了，两只了，还有没？哎呦，有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看这触须都露出来了。哇，它缠得好深啊！哇，呜呼！三只了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呜呼，会不会大一点？差不多大。哎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，哇，这个的，我掏了。哎，你把这个须漏掉了。呼，哦，掉了，须掉了。这只能自己吃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哎，好像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它会咬我！哇，六只六只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个都套了六只龙虾，爽！哎，我里的防卫发货了，那是左下角可是极速连接。哎呦，小鲨鱼，你看这是什么鲨？梅花鲨。梅花鲨，这个也拿去养起来。哎，哦，鳗鱼鳗鱼，鳗鱼鳗鱼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大鳄。哦，大石雕！哎呦，一堆哟！哦，这么大，这是两斤有了。两斤应该没有吧？哦，这么大！哎呦！主要来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先这边有大的，先抓。哇，这，哎呦，石斑了，小石斑，你看。哇、这是正斑啊！这个是正斑啊，这个就算是这么小，这个苗也能卖到二三十块钱一斤。一只。对，哎呦，金色的。鳗鱼，哎呦，这是鳗鱼老粗了。我石雕先来，石雕先来，鳗鱼先放它一马。哇、这边好多啊！哇、这么大，我的天！来来来，再来，好漂亮！哇，石斑，看到没有？石斑，大石斑。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应该是那个龙趸吧？哦呦，我好像看过这个，好像叫老虎斑。老虎斑是吧？哎呦，这边漂亮，这个泛红了吗呀？好多小 biu 啊，漂亮啊！鳗鱼跑出来，鳗鱼跑出来，你看，跑出来。这个是的，你可能，我去，中你！哦，哎呦，这个是，这也太小了吧！抓住，抓住，来。
哇、哦，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哟，好大！这怎么一斤上百哟、哦？嗯，哇，哇、哦，这边海好多了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哇，还有好多海胆啊！海胆，你看这一排过去全是海胆，都大个的。哎，这还有个吗？你看没？我手，我手快拿不过来了。哎，哎呦，这红吗？小，这小的。哇，就，哎，差一点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走走走走走。拿这里面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哦，是陀螺啊，好。哎呀，还行吧。这个半斤，蒸鱼，蒸鱼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没？蒸鱼，闷闷的。今天看到活的蒸鱼。这个是什么？哦呦，这个是什么？海参，这海参吧，它嘴巴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它吃东西吧，估计。我的乖乖！哇，这个大好多。死掉，这是小，漂亮！我去了，这一只一只抓得抓到啥时候啊？猴年马月去了，我的个，一堆一堆，喂，哎，这里一只什么？哇、哦，哦呦，哎，花雕，花雕，花雕，哇、哦，这么大的花雕也少见啊！我要，哎，这里，这里，哎呦，哎，这还躲着一个大鳗鱼。这个不小，这个有两斤了。哎呀，进去。走走走走。哇、哦，又一只花雕。哇、哦，这个好吃的嘞。哎，这有只大黑猫，这有大黑猫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大。这里好几，这里好几只啊，堵住了。堵住了吗？来一只。哎呦，你这堵了堵半天，堵半天堵了一只。就是。哎，一直都跑了。喂，直接收一下来。哥，哎呦，又一只花雕，呼，不好，兄弟，不能拿起来，养起来吧，这么快了。我这里，这里多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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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水里参鱼了，哦，哎呀，又有一条，哇、哦，好，随便搞一下，十几二十条，我天哪！哇，我的几条生意，全都是，哎，也不是很大了，哇，真。太多了，不想抓了，抓累了。哇、哦，大草螺，大草螺。什么鱼我都没看清，黄骨，哎，防弹啊，防弹啊，哇，这只大是有个两斤的，没有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不要再打，哎，来了，我去，哇，小心，哎，哇，好，是，哇、哦，还有一只花雕！哇、哦，现在花雕大了，今天是捅了黑毛的窝，那黑毛多了我都不想抓。哇，花雕！哦，抱走，抱走，这了，这了，这了！哦，又来！哦、
怎么感觉看看是一只三刀嘞？哎呦，来一只！哎，大哥，哇，这只八爪还可以，好肥呀、啊！这个海参，我的个乖乖！我该打不打？别老浪气。这海胆都是一坨一坨的，姐，想吃海胆的赶紧来我家啊！好了，抓完了，好多小鱼都没抓干净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分来一点，收了下次来还会有。然后现在咱们把这收获先扛到船上去瞧一下，走。来瞧瞧今天的收获，这边都是鱼啊，但是的话今天的话小鱼偏多，没有很大的鱼，十九公啊，黑毛啊。一箩箩龙虾啊，对，龙虾养起来，龙虾之前货养怎样的，然后后面你看这个海胆啊，这个花蛤蛋菜啊，还有这里我大有对大部分时候他让我人已经累麻了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这里了，喜欢的视频们别关注，我也拜拜。